歌，咱来今日个诗歌，互相来祝福，也领受对上帝家来的祝福。我来祝福你，你个心情，咱来来唱用平安的祝福。
在今仔日礼拜中，咱有基督徒新的会友要来参与，而且咱感谢上帝，是现在会友要来甲咱服侍，要来引导咱教会今年会当行向一个新的方向。我想每一遍新的一年第一礼拜，咱拢需要每一遍来聚集，求主来赐恩典，无论咱一个观点来，一个心态，那是你的心有所感动时阵。就唔通拍花，上帝对咱真感动，这是咱三个三四歌，主啊，求你赐福我。
主要求你相信，只是充满我。你知影我的软弱，你知影我的欠缺，你也知影我的心要来夸靠你，去了助你。祝你今年我要将我的教会所会大事拢用在主的手中。主要求你放上我，已经超出着一个好的牧者来到我的中间，来引导我，来敬拜你，来宣扬主的福音。主啊，也求你祝福阮所有干部新的会长，在因的新的开始时，有对上帝遐来智慧、能力、力规律。无论因拄着啥物困难的时，因拢会当仰望上帝，求主你来替因来开路，也求主你来帮助阮每一个兄弟。在新的一年，阮会再当一遍来立志，阮要来跟随主你，阮要来听主你的指示，不管每一个人拢伫主你的圣工内底，阮无分。主啊，求你的圣心只是教阮三个字，保守阮的心。我和我的三个来敬拜你，原来祈祷的拢是奉个主耶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